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是改版最痛的新秒杀神角。哇，他这个秒杀速度啊，可以说是比刀锋还要快。在后期的伤害哦，说不定只要 0.5 秒就可以直接把一个英雄给击杀掉。不论射手、坦克、刺客，任何英雄只要被勇看到，哇，被他的心被动打一下就直接被秒杀。